都下班了，我回去。我马上就走。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再见。那件衬衫是你买的？那上个礼拜那个剃须刀也是你买的？给。不用了。小喜，你的好意我心里了，但是这个你必须收下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你这是对我的侮辱。我对我自己说过，在我们春城改造没完之前，在我小李没有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房子之前，我不会害了我身边的好姑娘。小李，这是我的真心话。希望合作成功。好，谢谢高区长。小李，送送。就是向你诉苦的，我早就想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们已经跑了半个月了啊，可是这张子连一半都没盖上呢啊！当初我们董事长请来几个境外的开发商，已经是个个叫苦连天，说是被我们拉上了贼船。现在啊，他们都想回南边去了，而我们呢，也在这上面耗不起时间呢。哎，杨先生。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对不起，刘副指挥，目前呢这儿不是干事儿的地方。我已经决定向董事长请示。怎么了？你也要走啊？实在是对不起您了。下一个，哎，哎呦，就等你们城建局这几个章了。您看看我这个，来，不是。你哪个开发公司啊？啊，那房地产皇冠房地产开发总公司。皇冠的，还得等。还等啊？啊，那您看看这个，我们皇冠房地产开发公司是第一个加盟的。你看这，现在形势大变了，几十个开发公司一哄而上，你以为我们城建局有一个团一个市为你们服务啊？现在加上返聘回来的员工才十几个人。总得一个个讨论审批吧。不是，那这样吧，您给我一句话，我到底还需要等多少时间？起码还得等一个月，你还到各个职能局、职能部门去盖十几个章呢，
下一个。加塞啊，我们在这已经等了半天时间了。不是不是，哎，我就说几句话啊，一分钟，好吧？谢谢谢谢。干什么去了？你说的事情呢，区政府正在想办法解决。你别着急啊，那个你的请求啊，我会报告高区长。能不能再给我几天时间呢？高区长的为人呢，我是绝对相信的。可是，他虽然贵为一区之长，但具体办事情呢，是政府部门啊。说句老实话，你们政府办事的效率，我真是不敢恭维。回南方了，明年春天我再回来看你。高区长，你找谁呀？我找你。进来吧。我知道我们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，可是就为这点事你就要走？这点事儿，哎呀，区长大人，您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。这是小事吗？这个我跟您这么说，当时我回到家乡来投资，完全是看着您的面子，对不对？我就觉得您这人讲情义讲义气，为了我老母亲八十岁忌日，您来了，您说话算话，而且您告诉我咱们这里的政策如何如何好，完全可以跟南方相比。我二话没说，我来了吧。我来了以后怎么样啊？那个市场的事儿，当时那么多台湾人呼呼啦啦就过来了，谁先跟您签的合同，谁先答应我的，那不是您吗？我没说话，对不对？咱让给他。现在就为盖这几个公章，我跑了好几个月了，一天到晚在太阳底下，是吧？晒着不说，在人堆里挤，挤来挤去，最后自己家乡人都在骂我啊。这你像你这种人暴发户，你说我实在是理解不了。真的，高局长，我说的这些都是我的心里话。我朱元朝这个人直肠子，没有歪心眼儿，我怎么想怎么说。反正我回到家乡来搞建设，我是真心实意的。自从认识你以后，你对我帮助也不小，在这儿我感谢你。你发了一大堆牢骚，我能理解你。我心里也有一大堆牢骚，我也有难处，但我在这个位子上我不能说。朱总啊，我只想跟你说，咱们都人到中年了，不就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吗？说小了是为自己的理想，说大了是为了老百姓。我这是第二次到你家，第一次是为了纪念你的母亲。今天我可以当着你母亲的面再一次向你保证，我以前跟你说过的所有话都不会改变，而且我都在努力地做。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，你心里也应该明白。好吧，朱总，如果你真要走，我的车就在门外，
我可以送你去机场。高局长，我不走了。这政府一动起来，问题也跟着来了。谁让我们到这个时候还按照老习惯按部就班的讨论盖章呢？政体不分，责权不明啊，这个章不知道该到何年马月了。所以说啊，现在主要的是要转变政府工作过程中的种种弊端，转变观念，提高工作效率。那怎么转变呢？修改操作规程，简化手续，实行一条龙服务。那个叫武梅的女人的下落，你要用心去找，能早一点找到最好。是吧？不过事情都过了四五十年了，不知她人还在不在人世啊？多费点心，就是不在了，也要找到她的坟墓。是。但你要弄明白，并不是有人要认什么亲，也不是有人要和她见什么面，完全不是，只是要你打听到他的下落，而且你不能搞得天下人都知道，台湾有人要来找武梅这个女人，你懂了吗？懂了吧？我明天要飞到布加勒斯特去，说说看，这里还有些什么事？爸，新农贸市场的图纸呢，已经出来了。这些都是你的事，我不管这个。我的意思是，在这里开发，政策上有没有什么阻碍？就算有呢，他们也会改进的。那我们把资金投放过来，不会有多大的风险喽？是的。不过，当地官员或明或暗的在暗示我们，首先是替老百姓安居，其次呢，才是利润。我估算了一下，就算是有利润，也是很薄的。稍有不慎啊，就得赔本。我早就跟你讲过我们的宗旨，就是不要赚钱，但质量上一定要绝对保证，这是我们的信誉。而进度上绝对不能落后。好，我一定做到。据你的经验，在内地制约进度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？拆迁。在过去来讲，那就是半年的时间，你们这儿完全可以跟沿海比了。周总啊，该我们做的我们都做了，现在看你的了。嗨，马上进入实质性开发。司
金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我把南方的资金全调过来，投到市中心的房地产上。好啊，你为家乡人民建房子，家乡人民绝对不会忘记你的。嗨，不是，应该这么说，高局长啊，原来我对这个富贵还乡呢，我的理解啊，不对的。原来我理解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天黑了以后穿着新衣服回家，完了黑灯瞎火谁也看不见。那么现在我就认为，应该是把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全都投在家乡建设上，让家乡大变样，这才叫真正的富贵还乡，不是？哎，俗话说得好啊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走哪条道我清楚。朱总啊，你真是有见识啊！不，哎呦，这手续呢是办齐了，但是接下来呢，又得有难关了。什么难关啊？拆迁关呢？哎呦，到时候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儿呢。小心点啊！哎，你脚底下站稳了啊！哎，好嘞，小心瓦片。啊，你这房子怎么了？实在是太挤了，啊，加高一点，再加一层。牛处长，本事大，螺丝房里安个家，老小三代一片瓦，气走了媳妇，流掉了娃，哈哈哈。你们谁在唱？谁唱我揍谁啊！你这房子升高了，承受得了吗？要注意安全啊！一定要弄牢牢，弄结实啊！我知道。哎，站在一边。嗯。什么家高住人啊？那分支架架能住人吗？哎，还不是听说要拆迁了，趁机增加点面积呗。像他这样增加的面积。能算数吗？不能吧。不算数他忙活啥呀，人家可是市里的处长，消息当然比咱们灵通多了。他妈的，他们能嫁我们也能嫁。走。国芳。妈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请和平来啊，回家告诉说不定要找你什么事儿，记得注意点。是啊，去吧。家门性格，你看看，咱家的事儿都让人家变成儿歌在唱了，这个日子还怎么过呀？妈，妈，和平啊！哎，高芳回来了。呀，嫂子回来了。和平，哎，你们谈，我出去一下啊。好。你坐吧。哎，秋妹呢？没来啊？啊，她在家呢。哦。哎，新宇呢？好好，她陪我吃了晚饭，说美术沙龙今晚上有个聚会，要和法国的一个画家交流，就走了。啊、哦，和平啊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哈、啊，嫂子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我上次和哥说起过。就是你们那个市中区危房改造的计划实施以后，能不能在里面给我弄点生意做做？嗨，现在外面的生意很难找，你是自己人，所以你知道这种事情呢，我一个人很难做主的。再说我们有一个指挥部，大家统一管理。啊，嫂子，我今天求你并非走后门，我是靠自己的实力，凭我的智慧学识打天下。我所谓的请你照顾一点生意，只是想请你方便的时候跟我打个电话，或者见面的时候关照几句，其余的事情就不用你费心了。啊，这不是干什么坏事儿，用得着弄得复杂复杂的吗？哈，我这也是遵照党章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贡献一份光和热。嫂子，不管这事儿成不成，我和秋妹都非常的感激你。哦，这样说吧，以后你遇到什么事情，政府行为办不了的话，需要通过民间渠道的话，就找我。是吗？哎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啊。这次啊，
就是天王老子来，我也不管了。加，一定要加，一定要把这房子加大、加高、加胖。到时候啊，谁要是再敢扣我一点面积，那老子就跟他玩命。这也太张牙舞爪了吧，这叫人怎么过路啊？我真佩服他们的大房技术。哎，你看他怎么把那个阳台弄上去的？我看呐，这不一定要什么高深的技术，但一定要不怕牺牲的勇气。关处长，你看这个像不像圈养鸡鸭的地方？这件事情咱们就这么决定，让办公室啊印发几百张通知，通知各个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干部，在每一个搬迁点大事张贴，绝不能助长这种歪风邪气。这个通知上呢，一定要写明：第一，凡是违章搭建的，必须在3日内自行拆除；逾期不拆的，政府要派人去强行拆除，并且要罚以500到1000元的罚金。第二点呢，政府即日组织人员在各拆迁点进行实地丈量，所有违章改建的临时建筑一律不在丈量之内，不算面积。第三，这人家都说拆迁户全靠拆迁来致富，这样一来我们不是一点好处都得不到了吗？哎呀，你们也真是的，拆多少赔多少，政府也是很讲仁义的，你们这是干啥呀？拆多少赔多少，我现在房子总共还不到20个平方，以后再赔给我一间不到20平方的房子，你叫我一家人怎么住啊？把我的孩子吊在空中转圈啊？就说我们怕啥，有个领导干部都把自己的房子给加高了，如果他不先拆，我们一个都不拆，坚决不拆。对对对对，坚决不拆。你好，哪位？哎呀，你好啊，老同学，今天哪根神经跳了，想起我来了啊？我有一位朋友，想跟你认识认识。还有一些事呢，想跟你汇报汇报。那这样吧，你叫他直接啊来找我，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说，行不行？你呀，还是那个风风火火的性子。那这样吧，我那朋友姓牛，是市级机关的一位处长。那我就叫他直接来找你。好，那好，就这样啊。真不好意思，麻烦你，麻烦你，客气，谢谢，谢谢。同志啊，我的报告送上了这么长时间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复？同志，你反映的情况呢，区教委已经研究过了，但是呢，有些事情还要对不起，打搅一下。请问高局长在吗？在，您是哪位？哦，我叫牛长林，跟他要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您跟我来吧。哎，好。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对不对？这件事情我早就跟你说过。群众要是有什么想法，一定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。可是你到现在还没给我解决，你说你怎么办吧？高局长，有一位叫牛长明的找您，说是跟您约好的。好，请他进来。哎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办，出了问题我负责，你走吧。牛同志，请进吧。牛处长你好。哎呀，欢迎欢迎，快请坐。小李倒水。哎呀，你就在这儿办公啊？是啊。牛处长有什么指示啊？好，谢谢谢谢。高局长你去忙吧。谢谢啊。高局长可是真客气啊。哎，高局长，您可能没见过我，但是我可是经常看见您啊，因为我家就住在金牛巷。我们是邻居。对对对，所以啊，我这位老邻居就来打扰另一位老邻居了。牛处长有什么需要我跑腿的尽管说。这高局长可真是爽快人呐。那我就直说了啊，我们金牛巷居民的居住情况，我相信高局长一定都是清楚的啊。我们家呢在金牛巷应该说是最困难的。
我有一位将近80岁的老母亲，啊，在20年以前那场暴风雨的时候啊，她上房去盖瓦，不小心摔下来，腿给摔坏了，到现在还瘫卧在床上啊。我们老两口加上儿子，就住在那个20来平米的捆绑屋子里头。你们家这种情况啊，真算得上是特困户了。这还不算呢，啊，3年前我儿子结了婚，啊，我们全家都盼着他能够生个儿子，啊，也好让我妈妈呢早一点抱上重孙。前些日子啊，他好不容易怀上了。可就是在那个暴风雨的晚上，我儿媳妇不小心一脚踩空了那个破楼梯，孩子流产了。一气之下，我儿媳妇跟我儿子就离了婚了。这也太……现在啊，我们那代的孩子把我们家的事儿变成了顺口溜啊。你看，我要不要跟您学一学？不，您一定要听一听，我觉得这句顺口溜说的可是我们政府的事情啊。牛处长本事大，螺丝壳里安个家，老少三代一片瓦，气走了媳妇儿，流掉了娃呀。高局长，您说说，这是在笑话谁呢？这，嗯。彩哥，你怎么来了？董事长真的走了？走了，他去布加勒斯特了。哦，来，高局长，我呀，做梦都想着能够有一间自己像样的屋子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我们的梦想啊，终于可以在高局长的领导下变成现实了啊。哎呀，我们金牛乡的居民啊，对高局长那真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不尽啊。快别这么说，要不是改革开放，要不是市里的领导，我个人哪有这么大的魄力啊。哎，不，那高局长的魄力是有目共睹的啊。应该说我们金牛乡的居民三生有幸能够和高局长一家做邻居哦啊。好，这些呢我就不说了。我，您是想跟我说房子加高加胖的问题吧？高局长可真是直来直去啊。那我就说了啊。我想在高局长力所能及的情况下，能不能够对我家的困难给予一定的注意？那我就。我呢，也跟着我们那儿居民们呢，把我家的房子加高了这么一点，也扩大了一点，区政府的通告我已经看到了，区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啊，那无疑是正确的，我本人呢也绝对的拥护，啊，我只是希望高局长能够考虑一下我家的一些特殊情况，在那个房屋丈量的时候呢。做一些灵活机动的处理啊。牛处长，这事儿您看是这样啊，您家以前和大家都住在一条街上，谁家的房子过去是什么样，现在是什么样，其实大家心里都是一本账，要是我开了这个口，那以后老百姓都来向我提这种要求，我们区政府该怎么回答呢？高局长，任何事情总归有个特殊情况，那特殊处理嘛。这个，牛处长，今天早上我听到一个消息，说你欠的5000万赌债再不还的话，他们就要派人过来讨债，如果债讨不到，就要你的命来抵偿。那你得赶紧替我想想办法，先用深圳公司的钱堵上啊。总经理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已经把深圳公司的钱，把你的旧账3000多万全都堵上了，再让我拿出5000万，
根本没有这种可能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高局长，啊，我们呢都是国家的公务员，啊，谁让我们都是拿薪金吃饭的人呢？啊，最后落了个成了全社会的贫穷分子。啊，如果早一点下决心下海经商的话，那我今天也不至于跑到您这儿来那么个低三下四的。我这不是自己在抽自己的脸吗？牛处长，怎么说呢，对你个人的境遇我是非常非常同情的，可是谁叫我们是拿着国家薪水吃饭的公务员呢？您是市里的领导，觉悟肯定比我高，既然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政府的形象，那就注定了我们这批人就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，要比普通的老百姓多吃点亏的人。高局长，这么说就没有一点通融余地了？那我们公务员也是人呐。这我理解，我理解。这件事情，我可能只能请你原谅了。那好吧，对不起，耽误你功夫了。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话，就算我什么都没说。刘处长，以后要是还有什么别的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。什么办法？把深圳公司的部分资产抵押，向广润公司先借5000万，把赌债还上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文件我已经做好了，你先看看。如果同意的话，就请你在上面签个字。我得急着马上赶回去，得办这件事情。嗯，我签。总经理，不过广润集团的借款时限只有3个月，你可要到时间想尽一切办法在3个月之内还上，否则深圳的那笔资产抵押就收不了。嗯，到时候啊，董事长不要你的命了，也要我的命。你放心，有这3个月的时间足够了，我一定把钱弄回来。办法我已经想好了。什么办法？老爷子为了确保工程的工期，向我交代过可以在拆迁上做点文章，也就是说可以提高拆迁的补偿费，比如说比他们规定的提高20%，我们呢只给他提高10%。这对内地人来说，只要你提高了10%，他们搬起家来那比兔子还快。这剩下的10%呢，我们不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啊？这个办法好，连董事长都看不出来。嗯，等这事儿摆平了以后啊，我们再选好好的玩一把，让他们知道我杨荣发又卷土重来了啊！哟，牛处长，这么晚才下班啊？啊，给我母亲去抓了几副药。牛处长，你俩可真是个孝子喽！哎，愧为人子哦。你是国家干部，我想问你一句话。嗯？区政府贴出告示，说我们新修的房子不能算面积。哎，你说未必新修的房子就不能叫房子？我不是制定政策的人，你啊，找错了庙门。那我们就去找区长，让那些当官的拿话说。对，来，去找他们。我丑话说前头，谁家胆敢不去人，那我们争取来的面积就不分给他，让他按照老面积去住新房。对，一起去。对，一起去。
要是把区里给 B 级了，他们一气之下不修新房子，那怎么办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你们想啊，他们请来了那么多的开发商，合同都已经签了，如果不修的话，光赔偿人家的损失，恐怕把区政府连人带房子都卖了，那也赔不起。对，就按牛柱长说的做，明天我们全部到区政府，对，每家都出一个人，必须都得到啊。好，谁要是不到，到时候就没他的房子。高区长，怎么回事？我就是专门找到区长大人住的地方，想请教区长大人一句话。那您请说吧。请问高区长，我们自己想办法增加点居住面积，目的也是为了改善一下拥挤的居住环境。对这种自力更生的先进行为，政府不仅不表扬，为什么还要跟我们过不去？我想这是诸位大家的意见吧。对，是我们的意见。还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。没有了，那好，我现在可以明确地答复你们，对今年增建扩建的棚子一律不算面积。为什么不算面积？说清楚，说清楚。为什么不算面积啊？为什么不算？我们住的容易吗？就是。好，我告诉你们为什么。第一，你们搭建的这些东西，这风一吹就倒，这叫房子吗？这能当房子住吗？第二，你们挤占街道，妨碍交通，影响市容，我不叫人家来罚你们的款，已经是手下留情了。第三，咱们不是人人都想离开旧房子去住新房子吗？你们要是再这样搞下去啊，每个开发商都会被你们吓跑的。如果你们愿意子子孙孙都住这种破房子，那好，每家每户写个意见上来，签个字盖个章，我就冒一次违反政策的险，我承认你们这些违章建筑，你们愿意签字吗？哎呦，你们两个怎么才吃啊？哟，胖嫂，吃点吃点。你们俩来来来，吃过了吃过了。哎呀，吃点吃点。你们吃吧，你们慢慢吃。什么事儿啊？好多小区丈量房子都闹起来了。今天也有干不到咱这巷子了，到时候咱一块儿去闹。闹？您以为闹就行了？不闹，不闹才不行呢。不闹谁给你增加面积？要是我们不闹，其他小区闹成了的话，我们不是吃大亏了吗？要闹你们闹去啊。这没我什么事儿，我没兴趣。哎，说来就来了。哎，快快看看怎么回事。要不咱也去看看。坐下，吃你的。哟，你这干什么？哟，区党家也在抢着大面积呢。是啊，他们是这什么样子？新山市的面积。嘴上说的好听，人到自己头上了，比什么都心黑。是啊，对老百姓是那个不准那罚款，还强行拆迁，自己呢？自己去打架干活。都别凉了，徐干事，这地方我说能凉才能凉，我说不能凉，你就不能凉。对，政府不是已经发出公告了吗？你们那些随随便便搭建的面积，不能算面积的。那我不管，哎，你去看看，连区长家都在抢着搭建扩大面积，你要是能把他的减下去，才来讲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区长家不可能随便搭建的，那你去看呀，你去看看。那我带你去看看，走，我带你去看看，走走走走走。为什么拆我房子？不算面积，我们拆。不能拆，就是不能拆。我们房子不够住，自己建一点，又犯什么法了？那不行，就算你们不拆，也不能算面积啊！哎，你这人怎么那么死心眼啊？你连我们家点面积不让你出钱，你睁眼闭眼算了。就是那些开发商早就吹吹泡泡了，我们让他们减减肥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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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那些人是肥是瘦跟我没关系，我是来办公务的，一切得按规矩办。嘿，规矩，癞蛤蟆穿长衫，甲虫蹭人。年纪轻轻的，有脚有腿的，干什么不好，非当干部，专门跟我们老百姓过不去。是开发商的哈巴狗，你骂人，老子骂你还要打你呢。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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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成别人来，你们这些抢占的面积一概不能算。为什么不能算？今天就让你说。走，向领导汇报不成？哎，不能干，你什么事？我滚回家去。啊！还这么干啊？这个还是搞什么啊？好，真的一点都不像话。对，就是嘛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高区长的家，脚手架都打好了，马上就要大干了。这是在搭建吧？哎，高伯伯，您是在搭建吗？你让我懂了爱，让我学会去面对无奈。我想我已经明白生活原来的色彩。你潇洒的可以，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你。我知道你也曾悲哀，知道你并不怕伤。是不是嫌春城人民没有钱呢？哎，你好。如果你一定要保护内地开发商的利益，那就请你在金耀和内地开发商之间做一选择，如何？金牛巷的上一段应该算是一个小商品的批发市场喽。对，那个市场一拆，农贸市场绝对不能拆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这些老家伙一切都不打